Do you think they are cats? House. Call me in the morning, I'll be on the way. Call me when you want, call me when you need. Please watch till the end. When your cat is too sticky, you. Funny cat moments. Ha ha ha.
does your cat feel when it's sad? 事情是这样的，今天在厨房洗碗时，雪饼趁我没注意偷偷溜进了厨房，收拾完后我就随手把厨房门关上了。后来因为工作的事情又忙了一会儿，工作完才反应过来雪饼不见了，找遍满屋才发现雪饼坐在厨房里面，还一脸委屈巴巴。辣椒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绝不漏接。Ring ring ring， 爱的和弦铃也，管它往外或是往内，也得再考虑通话费。啊，雪饼，你咬到我啦！我怀疑我的猫是人变的。陪奶奶看完电视记得早点回来啊。十二点多了该回去睡觉了吧。没有，我就是就提醒一下啊，你们继续。由于凌晨肚子饿，所以我在给自己煮夜宵吃，但是可可好像以为东西是煮给他吃的，我以为他饿了，于是便准备喂他吃些猫粮，但是可可好像并不饿，猫粮一口都没吃。难道我好像懂了？搅一搅，搅一搅，搅一搅。